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啊！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61页，第倒数第六行，啊，倒数第六行当中，我们学到二苦、三苦、四苦、八苦，八苦。我们学到生老病死啊，后面还有四种爱别离啊，我们资料里头有啊，爱别离为常所亲爱之人拐为离散，不得共处，失眠，爱别离苦。爱别离爱好的不单是人，还有事，还有物啊，你喜欢的工作啊，学习所喜欢的这功课啊，居住的环境，工作的环境，喜欢的偏偏要离开啊，不能不离开，这就有爱别离苦了啊。怨憎会苦为常所冤仇憎恶之人，本求远离而反积聚，是名怨憎会苦啊，不喜欢的、讨厌的人，偏偏天天在一起；不喜欢的工作，不能不做；那是不喜欢读的书，被逼着非要读不可，这都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啊，所以你爱的、你讨厌的人、事、物。啊，喜欢的偏偏要离开，讨厌的偏偏天天伴着你。啊，这也是一般人呢都无法避免的。啊，总是业力所牵。啊，人在这个世间没有别的，说穿了是冤冤相报。如果不觉悟，不把这个戒化开，那真的是没完没了啊，生生世世牵连住。第七，求不得苦，为一间这个一切事物
心所爱要者，求之而不能得，这叫求不得苦。对象也是人、事、物。啊，可是我们看《了凡四训》，云谷禅师跟他讲的：“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”他真求到了。啊，求功名得功名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儿女得儿女。啊，没有求长寿，寿命也延长了。啊，延长21年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积德行善，把命运转过来了。啊，人都有命运，命运怎么来的？过去生中所造的，业力牵引着你。你要明白道理。业既然是自己造的，当然自己可以开。这些事情都搞清楚，都搞明白了，我们这一生做人呢，会安分守己，会断恶修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自己一生无论是什么样的遭遇，自己要负100%的责任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佛法不但改变个人命运，改变你家庭的命运，改变国运，改变全世界的世运。端在你是不是真的明了，明了事实真相。佛法的名词叫诸法实相，啊，你能够明了诸法实相，叫看破，你就知道哪些是该去的，哪些是应该放下的，啊，命运就改了。幕后这一条，无因之甚苦。啊，无因是色受想行识，因是概括的意思。意思是它能概括真心，我们有真心，真心不起作用。啊，不能明显，发不出来。啊，五阴有这个作用。啊，甚就是甚大的意思。啊，甚大在哪里表现呢？前面所讲的生老病死等重苦集聚，这叫五阴之甚苦。啊，五阴这个名词是指我们的身心，是五种东西组合成。啊，色就是物质色身。啊，色身里面有感受，有思想，行是不间断，就是生灭，它生灭不间断。
这叫辛苦啊！前念念灭了，后念生啊！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物质的身体也是念头制造成的啊！没有这个生灭的念头，就没有这物质现象啊！所以相由心生啊，相就是色，色由想而生啊，受想行识的想的作用最大。那么这叫无因之甚苦。我们再看念老的主题啊，分类不等呐、啊，二苦、三苦、四苦、八苦，分类不同，均表苦类众多啊，一类一类的苦太多了，菩萨了达，一切诸苦皆是虚妄，毕竟不可得，故能安忍，住于平等，故曰不计其苦啊，菩萨难得。对于这些众苦的现象，他通达明了啊，知道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，于是他就不放在心上，不放在心上啊，这个虽苦啊，他没有感受到啊，放在心上才会感受到，不放在心上不以为然，若无其事啊，别人感受很苦他无所谓啊，所以是不在乎啊，他能看破啊，不计较这些。所以有知道怎么来的，知道怎样应对啊，念佛人应对的方法是最简单的，就是这一句佛号啊，所有一切受苦受乐受啊，非苦非乐之受都归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才有这个感受，阿弥陀佛提起来了啊，这个苦乐忧喜事业就扶住了啊，这叫会念佛啊，念佛的功夫可以降伏烦恼，可以控制烦恼，让烦恼不起作用。啊，所以知道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般若经上讲的，一切法，包括事出世间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，大魔祖师来到中国，在少林寺面壁九年，遇到慧可慧可大师，知道这是一位大德，从印度到中国来的啊，他有苦苦在哪里呢？修学多年有妄念，心始终安定不下来
这是他的苦。啊，求大摩祖师教他。那个时候正是冬天，外面下雪。他看到大摩祖师在房间里入定。啊，他在门口等着，这门外下雪。啊，雪下到已经把他膝盖淹没了，可见的时间之久，雪下得很大，他还站在那里。啊，大摩祖师知道，啊，他在那里。有个人站在那里很久了。那么慧可看大摩祖师将要出定了，把左手砍下来。啊，出家人带的有戒刀，拿着这个手去供养大摩祖师。大摩祖师看的。这真诚到基础啊，什么人愿意把手砍下来让自己残废了？啊，问他，你有什么事情？你何苦来？有什么问题？他就说了，我心不安，求大师替我安心。哦，大摩祖师沉住手了，你把心拿来，我替你安。这一句话让他回光返照。是啊，心在哪里啊？找了半天找不到啊，心到底在哪里？啊，回答大摩祖师：“我密心了不可得，我找不到。”大摩祖师一句话：“于汝安心静，我把你心安好了。”他在这一句话里就开悟。啊，雪地里站了那么大半天，没有白站。啊，砍这一段是这个手去手臂去供养，没有白供养，真的可恶了。这禅宗第二代的祖师，啊，愿就满了。每一个人开悟的机缘不同，实际因缘也不一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一度明心开悟的，慧能大师是听《金刚经》开悟。啊，无尽藏比丘尼是听五祖讲《涅盘经》开悟的，法达禅师是听五祖讲《法华经》开悟的，不一样。我们看禅宗五等会员里头有1700条公案。就是说，1700个人开悟了，记在他们的传这个事迹。
啊，悟了之后明白了，境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毕竟不可得。啊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你放下就是。啊，故能安忍。怎么样才能安？安前头有个平。啊，心住于平等，你就得到安忍了。啊，清净还不能安忍，平等就到安忍了。啊，安忍的功夫高啊，这些人呢，不计众苦啊，也就是一切苦啊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一切苦遇到了，若无其事，没有感到苦。啊，少欲者，不多求也；知足者，所得虽少，而不恼恨。啊，他们有烦恼，他们有怨恨。啊，这种人修道容易成就。啊，斤斤计较的人，佛来教他也没用处。啊，所以修行基本的条件，少欲知足是一定要懂得的，要做到。如《涅槃经》云：“少欲者不取，求不取。”知足者得少不悔恨。啊，经论里头赞叹少欲、赞叹知足的这些文字非常之多。啊，常常都能看见。下面有一依教经云：“少欲之人，虽无缠取以求仁义。”一佛不为诸根所牵。啊，少欲的人不巴结人。啊，无需要求人欢喜。啊，也不为诸根所牵扰。这个牵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干扰，啊，眼见色，少欲的人无所谓，有欲的人总想多看一眼，啊，遇到喜欢听的音乐，总想多听一点，少欲的人无所谓。啊，这就是你多欲的人呢，很容易受外面境界干扰，因为你放不下。啊，少欲的人不被他们干扰。心少欲者，心则坦然，无所忧也。他没有忧虑，他没有害怕的。啊，处事有余，常无不足。跟这些多欲的人比呢，他完全不一样。多欲的人多求，得到了还不够。啊，所谓是欲海难填呢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。啊，这种人就非常痛苦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说，
知足者富啊！啊，什么叫富？他知足了，不求了。你拥有再多的财富，你还有求，你不知足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没有到足，你还有苦啊。那个人满足了，求不得苦，他没有了啊。你还不能满意的时候，你就有求不得苦，无论是对人、对事、对财。啊，处事有余，常无不足；有少欲者，则有涅槃。是名少欲。啊，有少欲者，才能够契入涅槃的境界。涅槃是清净寂灭。啊，涅槃境界六道众生得不到啊。虽然有人向往，他的烦恼习气障碍了他，让他得不到。道理就在此地。所以佛底下说，汝等必求，若于脱诸苦恼，当观知足。知足之法了，即是富乐安稳之处。这段话说得好啊！什么人最富？知足的人最富。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不要。啊，拥有再多的财产不能跟他比，拥有再多财产人，他的生活苦。这个什么都没有，他快乐。啊，人活在世间，我们认真想想，是为苦活着还是为乐活着呢？苦是自己找的，自找苦吃。你要不找苦，苦不来找你啊。啊，是聪明有智慧的人，他怎么会去找苦了受呢？啊，连一般世间宗教都赞叹贫贱啊，凭什么有财富，见什么有地位啊？他们的名词用得很好，叫神贫啊，说明神圣都是清贫啊。释迦牟尼叫神贫，一无所有，一天到晚快乐啊，长生欢喜心，法喜充满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啊，他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没有求了，求法的念头断了。啊，一切法的真相全了解了，
所以佛对弟子们说，啊，这些出家的比丘，若于脱诸苦恼，我们要想摆脱一切苦恼，当观知足。啊，你一定要细心去观察知足，知足常乐。知足之法了，就是富乐安稳之处。只要知足了，富乐安稳，你就得到了。啊，这一句话也是真话。知足之人，虽卧地上，犹为快乐。啊，这是说缺乏物资，晚上睡觉连个床铺，啊，连个被子都没有，睡在地上，他快乐。不知足者，虽处天堂，也不称意也。苦乐两个强烈的比较啊，不知足的人住在天堂，他还不满意修行人。得道的人，佛菩萨的看法感受跟世间人确实不一样啊！世间人一定要拥有多少财富，那是苦啊，那是乐，其实不然。我见过拥有亿万财产的，他在我面前叫苦啊！提起来这又缺，欠了那个又缺了，他还天天在追求啊！七八十岁了还放不下，啊，真苦啊！苦到什么程度？晚上不能睡觉啊，一定要吃安眠药，安眠药吃成习惯了，没有安眠药不能睡觉。你说这多辛苦，啊，那个一无所有的人，他快乐，他没有这些苦。所以，不知足者，虽富而贫；知足之人呢，虽贫而富。这两句话说得很好啊。这个不是世间人说的啊，这是知道真相的人才能说得出来佛。与化身菩萨才把这个事实真相呢给我们说穿。啊，贫富的标准是知足不知足。啊，知足就圆满了。
不知足永远不能圆满。又《法华经·劝发品》云：“世人少欲知足，能修普贤之心。”啊，普贤之心是什么？华严经上佛说，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圆成佛道。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普贤行是成佛之心。那成佛呢，决定是少欲知足。看看每一个补处菩萨，就是后补佛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后补他的是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住在什么地方后补呢？住在斗率天。斗率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知足。哎，知足才能成佛，不知足的人不能成佛。表法的意思很深呐。啊，弥勒代表欢喜。为什么欢喜知足了？不知足愁眉苦脸呢，知足了快乐啊。啊，在中国南宋时代，啊，布袋和尚出现在浙江奉化。啊，我听一位老人告诉我，他看过蒋先生的家谱，啊，蒋介石先生的家谱，他们家谱里都有记载，就宋朝的时候供养过布袋和尚，啊，供养两个月，就是请布袋和尚在他们家住两个月。所以有人说他们家出两个总统啊，那个时候种的因到这个时代才结果。啊，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应化身。啊，他走的时候自己说出了身份，告诉别人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，说完之后就走了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说完之后就走是真的，说完之后不走是假的。啊，那你是目的无非是争取名闻利养，啊，说出来就走，与名闻利养不相干了，离开这个世界。布袋和尚叫人，就是劝人放下。在当时也小有名气，
人家见到他都生欢喜心。啊，他是以欢喜跟大众结缘。啊，有人向他请教什么是佛法，他把布袋往地上一放，两手下垂，做出这个样子表示，人家看了，点点头，这是放下，懂得了，这叫人放。放下以后怎么办呢？他把布袋提起了，背到身上走了，理也不理你。到以后人明白了，哦，这叫放得下，提得起，提得起，放得下。这就是佛法，提起放不下错了，放下提不起也错了。啊，该放下的时候放下，该提起的时候提起，这叫佛法。不需要说话了。啊，下面有一集是引般若经上说云何菩萨少语，菩萨少语少到什么程度，乃至阿耨菩提尚不语，何况于语呢，是名少语。啊，少于的什么成，成佛都不想，成佛不想才真能成佛，天天想着成佛成不了佛。那为什么？那是个杂念，那是个染污。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心要清净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。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，啊，那么这些法看你会不会用。你用了不执着，你真得到它的作用。你用了要是执着，就起了负面的作用，你全用错了。啊，你把它记在心里，啊，把它放在口上，你会讲，你也会想，你能不能开悟？不能开悟。为什么？那叫所知障。啊，佛给我们说，障有两种，一种是烦恼障，贪嗔痴慢疑，七情五欲，啊，自私自利之烦恼障，这等不能开悟。烦恼障放下了，你有所知障，还是不能开悟。所知障是法执，你以为一切法真有，真有菩萨，真有佛，真有无上菩提。老子知道，老子那个时候佛法没传到中国来。老子一开张明义就说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他就懂得。啊，那是假设的，你要把它当真啊，那你就上当了，你错了。
有没有呢？真有，你不能去想它，你对它不能起心动念，不能分别，不能执着。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你迷了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大彻大悟。修行的会修啊，在哪里修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修。生活里修，真心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什么是真心？无分别的心是真心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。一切万物自然明了，那是真心。如果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叫无明，那不是真心。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，中国古人称这个真心叫明德。这是大德。大德怎么？他样样知道，他样样清楚，如如不动。中国古人晓得有这个事情。这叫真佛。谁是真佛？人人都是真佛，你的真心是真佛。你的妄心是轮回。如何把妄心丢掉，放下，回归到真心，这叫成佛。真心万缘放下，为什么？真心的真如得不到。真如有没有？有。为什么得不到？它是一片光明，这个光明我们肉眼看不到，它没有，永远没有离开我们，我们见不到它，听不到它，感觉不到有它在，它真在。没有它，我们的假象不能建立。假是依真来的。古人比喻，真的，我们人是真的。站在太阳之下有个影子，假的是影子。影子从身来的，没有身哪来的影子？形影永远离不开，你要把它搞清楚，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。这身真的，影子是假的。我不要去理会影子，我只照顾我的形状。形直，影在端正。所以我们的心，这个真心，能影响妄心。妄心障碍真心，真心要用妄心去办事，给那些没有开悟的人打交道，真心跟那个没有开悟的人没法子打交道，他不懂。真心跟谁打交道？跟明心见性的人。
啊，用真心教众生，是对明心见性，也就是十报土，用真心。啊，同居土、方便土都得用妄心，就用阿赖耶。但是用阿赖耶什么？他不迷。真用阿赖耶，他不迷惑。啊，这是佛菩萨。佛菩萨多自在啊！真的能用，妄的也能用。无论是用真用妄，都不起心动念，都没有分别之处，叫妙用啊！啊，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心妄心，也没有离开真如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？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全用错了。啊，结果是结果是无量无边的烦恼，啊，带来的是苦啊，不是乐啊。如果像佛菩萨那种用法，用的纯正，啊，一丝毫都没用错，它带来是乐，清净寂灭，大慈大悲。真实智慧，他带来这个东西啊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学佛要把这个搞清，没有把这个搞清楚，那就白学了。你学错了，现在人学佛，学错的人很多。自己不知道，知道就不错了。啊，不知道。啊，那要怎样才能知道呢？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经教。这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49年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我们从佛的言语，佛不在了，文字是言语的符号，这个符号要能看得懂，跟听讲经没有两样。会开悟啊，终于把这桩事情听明白了啊，听明白了叫看破，看破之后真正的受用能起如，那就看破啊，这个放下啊，看破放不下不行，放下没看破也不行啊，必须是看破放下，或者放下他立刻就看破了，这也行，一放下他就看破了啊，凡圣的观就在此地啊，看破放下这人成佛。就是因为学习而放下的，另外一种是自己先放下了就看破了，也成佛了。成佛不外乎这两大类啊，释迦牟尼佛成佛先放下再成佛，
他是先得定才开慧啊，放下智慧就现前。慧能大师是听经，先听经，听完经之后啊，放下了，经听明白了，放下了。啊，这两点哪个在先不一定，个人跟性不相同，都能成佛。成佛没有障碍啊！啊，成佛才真正叫大自在，真正叫了生死、出三界。啊，真实的成就。永远不再搞轮回了，永远不再迷惑颠倒了。可是欲望这个东西，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烦恼啊！说放下很容易啊，真放下很难呐。啊，放下了，烦恼的习气还很重，习气要控制不住，习气遇到缘又造业又犯业心，那你就遇不得到回来了。你没真放下，这种人不知道有多少。啊，一放永远放下了，不再有这个念头了。事上有，心上没有。啊，比如说，事上你有财富，心上没有了，这真放下。啊，思想没有，心上有，心上是求财的欲望很重，心上有，那可没放下。啊，最重要是心，心跟事通通都放下了，这是佛菩萨为世间人做榜样，告诉你怎样才叫真放下。释迦牟尼佛出家了，放下烦恼障。19岁出家，出家参学，学了12年，到30岁不学了，大概也没地方学了。应当去学习学习的地方，他通通参学过，把所学的放下，菩提树下就入定，开悟了。这个入定，放下所执障，也就是说，12年所学的东西放下了，2种障碍没有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确实9缘界已经成佛了。
3000年前这一次在地球上是表演给我们看的，那不是真的成佛，早就成佛了，像舞台表演，重复表演也给我们看一次。你看人家怎么放下烦恼，怎么放下所知然后入大般涅槃的境界表演是身教，说法是言教跟利的人不要听法，看他的表演，完全开悟，完全懂了。这上上根人上中下三等根人呢，表演没看出来，没看出来的听讲了那么这49年说法是教上中下根。表演是上上根人，一看就明白了放下就是它分作两界，非常明显的放下烦恼障，放下所知障。所知障一放下就开悟。这两种障碍，哪一个在先，哪一个在后，不一定。人的根性不一样，烦恼障重，先放烦恼；所知障重，先放所知。总是重点先放下，那个轻点就很容易放下了。或者两个同时放下关键是放下，谁先谁后没有大关系，成就是一样的那么菩萨这个地方的一句话，云何菩萨知足，得一切种智，是名知足。此意不求他境，名少语，安住自法，名知足。他境是外面的色声香味六尘五欲这是外面的叫他境，自法呢，就是限量之智。自法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，不从外头来的。心定了，智慧就现前。必须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智慧才能现前。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把真心比喻作水，水有照的作用，但是水一定要干净，水要平，不能有波浪。水在动的状况之下，看外面看不清楚了，模糊了，看错了。
啊，谁混浊也看也不起，照见作用。啊，谁供佛，供一杯水，表这个意思，表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啊，他那个照就是觉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是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跟佛的清净平等觉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跟一切诸佛、无量众生，清净平等觉是平等的，大家完全相同。所以从清净平等觉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现在不是佛，你能真正放下染污，心就清净。放下分别，心就平等了。啊，清净平等觉的真心就显现了。这个很重要啊。你要是真正做到清净平等觉啊，一切众生对你的供养啊，是修福啊。你是福田呢，供养你是众福田呢，他得福啊。啊，如果他要有觉悟，他得智慧。他没有觉悟，希望求一点福报，你是真正福田。啊，如果自己不是真正的清净平等觉，这接受供养可麻烦了。啊，古来祖师大德说这么一句话，说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呢，今生不了道啊，披毛戴脚环。那你完全是负债呀！啊，这一切十方供养你享受的时候，现在享受还不错了，将来要还债。啊，还债还要多还一点，它有利息在啊，所以非常非常麻烦了。过去古往今来多少这些真正高僧大德，在家这些大居士啊，真修行人生活非常节俭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因果，他害怕了。啊，这一生没有真正成就，现在的成就就是往生。真正往生是成就。啊，真往生的人谁知道？自己知道。真有功夫的人知道。啊，我们遇到很多通灵的，通灵有真的有假的。啊，真的还可以，
假的就不可靠，假的多，真的少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啊，通灵给我们透的信息，我们只能做个参考，不能完全相信。完全相信你就上当。啊，这些事情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大概没有欲望的人，没有任何需求的人，通灵提供的信息大概都是真的。自己有欲望，自己有所求，啊，那鬼神骗你，给你的信息都是假的，啊，带给你的是烦恼，不是智慧。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一桩事情不能怪外面，不能怪别人，还是怪自己，是不是真放下了？真放下了，不需要他传递信息，你自己知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业因果报。清楚啊！吉凶祸福，明了啊！啊，外面人，他不能动摇你，他不能干扰你。啊，纵然是一些鬼神，鬼神对你尊重，啊，尊敬你，不敢跟你开玩笑。你自己心情不正，他就来跟你开玩笑，就来戏弄你。啊，总而言之，自己心要正，行为要正。那这才行。啊，这个下面说出来了。啊，决定不为他经所转。啊，自经自发是自心里面本具的智慧德相，准意即思的意思，则不与心外求法，无一法当前者，名为少语。这个说得好。那我们不在心外求法，我们求法要向内求，不向外攀援。有问题，不必向外求。啊，世间人，到不得已的时候，真的，求神问卜。佛菩萨知道，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，所以一般流行的
像有观音签这一类啊，用真诚心去求有感应啊，很灵很准。那么佛经里面地藏菩萨慈悲教给我们一套占察吉凶祸福的方法，这个经叫就叫占察经，地藏三经之一。啊，那这个是佛法的，正是由经典做依据的。佛菩萨确确实实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。啊，世尊说出了这么一部《占察善恶业报经》，啊，最重要的还是少欲，提露正常，即灭为落，如如不动啊，这叫知足。啊，这个定义说得好，不与心外去法，无有一法当前，这是少欲。啊，连成佛都没有欲望，他真能成佛。啊，提露正常，即灭为露，如如不动，这是知足。于此少欲知足一句，居如是妙义，足证佛经于身。啊，佛经里头字字句句意思很深。啊，单单看这个少欲知足一句，你看古来祖师大德为我们说的。唯有少欲知足，才能够专求百法，惠利群生。啊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啊，百法，印度人喜欢用黑白。我们中国人用善恶，白法就是善法，黑法就是恶法。啊，是善，不杀、不盗、不淫，这叫白法。杀盗淫妄，这个叫黑法。啊，印度人这么称法的。少欲知足之后，专求百法，纯净纯善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今天讲完全寻求的是正面，负面的通通没有。啊，皆是善的，没有恶的。注解里头说：“百净之法，清白清净，指一切善法。”《大乘义章》第七卷说：“
善法先进，明知为白。啊，大乘一章上说的，为一本里头清白之法，净引疏云所显之法，出离邪谤，名曰清白。出是超出，超出了，它不是邪法，它不是谤法，谤是毁谤，这个叫清白。加强疏云，是无漏明，故曰清白。无漏，漏是烦恼的代名词，这个里头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就是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。无漏，这三种烦恼都叫做漏，这三种烦恼断了叫无漏。无漏当然明，明是智慧。烦恼断了，智慧生了，这叫清白。会疏云，大乘法名为清白。大乘没有染污，平等心现前了。小乘虽然清净，平等心没现前。也就是说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还有分别。慧力、慧识、慧识，中国人讲布施。力是利己，于人有利益，帮助他、救济他，故今夜为也专求无漏大乘清净之法。那么这部经，经题上就显示出大乘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界，专求无漏大乘清净之法了。就在这部经里头难得黄老居士用这么多精力，用这么长的时间，借取83种经论、110种祖师著述，来集结这一部经典。太难得了啊！从这个集结集注里头，那就注解了。
让这一部经为我们显示出大乘、小乘、宗门、教下、贤教、密教，无一不包啊，叫包罗万象啊。世尊一代所说，就在这部经里头。啊，这部经里头有密教的教义，啊，显密圆融，啊，所以这部经是圆满的法轮。啊，法轮是比喻，器皿之中，轮是最圆满的相，它有圆心，它有圆周。啊，圆周跟圆心当中的联系，这是福，所以它表演得很完整啊，而且心是静的，不动的，周是动的啊，心是体，周是相，是作用啊，体如如不动啊，相有形，用有形，体无形。体是抽象概念，决定是有，找不到。啊，圆心在哪里？一定有圆心，找不到。啊，几乎上说这是抽象名词。因为它不是物质，物质再小也能找到，不是物质。它成了形，圆就有物质。那么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。让我们学习这一部大乘清净之法，自己得受用之后要教别人，辗转相传啊，我传给你，你传给他，辗转相传呢，利益群生呢，啊，群生是一切众生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法益。啊，志愿无倦，倦，疲也，厌也，疲倦，严重的是厌倦，啊，厌倦，不想学。华严经，普贤大师，十大愿望，概括其愿，末后的意思，他发了十大愿，每一愿的最后。他都说虚空界境，
众生皆净，众生业净，众生烦恼净，这四句你能净吗？净不了啊。啊，必须都净，我理一直到回向乃净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是无尽的大愿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跟普贤菩萨的意思一样，愿愿也是无尽的大愿。啊，愿文里头说，愿愿度为一切众生。那么，一切众生界能见吗？一切众生业能见吗？一切众生烦恼能见吗？他不能进，就虚空界就不能进。这个愿，愿力广大无有边际，啊，所以才为一切诸佛如来赞叹。我们每读一遍，有一遍的印象，印象不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但没有做到啊，也没把它记住啊，这就是印象很薄。怎么样加深呢？印象呢？多年、十遍、百遍、千遍、万遍。啊，好处在哪里？好处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我要像弥陀一样，我要像普贤一样，念兹在兹，要真干啊。啊，下面说了，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净土，我此离尽，对，一直到回向无有穷尽。弥陀跟普贤都是无有穷尽的离尽，无有穷尽的赞叹，无有穷尽的供养，无有穷尽的忏悔，乃至到无尽，到这个普皆回向。啊，这样的大心，菩萨里头第一人，啊，佛里面第一人，这诸佛称赞的，阿弥陀佛，
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诸佛赞叹的菩萨里面的第一人是普贤菩萨，不是文殊，不是观音，不是实质，是普贤。啊，从名号上说，这个意思都显示出来了。文殊、观音、实质显不出啊，普贤显出啊，普贤显什么意思？平等的意思。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是平等的，普是平等的。啊，贤是菩萨，《华严经》上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普贤的意思是，一切众生本来是菩萨。这普的意思啊，我们有没有把一切众生呢当作菩萨来看待？一切众生真菩萨，不是假菩萨。我们自己的眼迷了，不认识了；我们的心迷了，不知道每个人都是普贤菩萨，不知道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。那我们对这个经教涉猎要不够深，不敢相信这句话。啊，有没有听过？听过，不敢承认，啊，不敢接受。啊，佛菩萨所说的真话，一字都不假了。啊，为什么我们不承认？不敢接受，不敢相信？原因是我们对经上的意思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。才会产生这个现象。如果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就直下成当了，问题就没有啊，我们看这个幕后四句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；生于意业，无有疲厌。这才叫智愿无倦。十愿，从离境到回向，离境祝福对于每一个人都恭敬，没有一个不恭敬。啊，对人要恭敬，对鬼神要不要恭敬？对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还有小动物要不要恭敬？要。为什么？它跟我们是一体。啊，它今天变成蚊虫，变成苍蝇，是它过去造的恶业，
得这么一个身，得这种果报。啊，我们有没有做过？有。无量界在六道轮回，哪一道都去过，什么都干过。啊，天上的生活享受过，地狱的苦果也受过。啊，现在迷惑无知，还在造业。往后生生世世依然要受果报，这桩事情只有佛菩萨清楚，佛菩萨明了，给我们说出来了。没有佛菩萨说明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说清楚，说明白，你不相信，那是你自己的愚痴，你自己没有福报。啊，你自己受的苦难还不够，现在继续造业，将来在地狱苦报受尽了，你才会回头。中国人有两句话说：“乐极生悲也。”苦尽甘来啊，苦到了极处啊，就回头了。啊，落到了尽头，苦就现前了。啊，这苦尽甘来，这个好。乐极生悲，这个不好啊！啊，轮回就这么回事情。天上乐，乐极就往地狱去了，地狱苦尽了，慢慢再回来，就这么转，转一圈不知道多少年，不能用年说，用劫数，多少劫数。啊，明白了。我们得明白，不靠长时间的读经，认真读，那我迷得太久了，业障太重了。读怎么样呢？读不懂，听讲也不懂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就是觉察到自己业障深重。为什么听不懂？为什么有人一遍两遍就开悟了？我们听了几十遍、几百遍、几千遍都不能开悟，这业障多重。怎么办呢？不要害怕，继续去读。啊，别人读一遍，我读十遍；别人读十遍，我读一百遍；别人读一百遍，我读一千遍。你能有这样的决心，有这样的耐心、毅力，你就会成功。啊，一定呢，要把恭敬心念出来。恭敬心就是开悟的火花，没这个不能开悟。
真诚恭敬这四个字重要，这四个字是开悟的秘诀啊！开不了悟，没有真诚心，没有恭敬心，还带着怀疑，这个人就可怜了，这人就苦了啊！他回不了头来。我们细心观察，哪个人有善根，哪个人没有善根，就在这些地方看啊，看他处事待人有没有恭敬心有没有诚敬心真诚，有真诚有恭敬，这个人决定有前途。现在虽然在受苦受难，他很快业障消了，智慧佛宝现前，肯定的。啊，真诚恭敬心是自心里头本有的。被无明烦恼障碍住了，虽有不能现前的，自己不知道啊，总以为自己是对的，佛菩萨讲的靠不住啊，几千年以前人讲的还能用得上吗？信心失掉了，那就善根永远断掉了。啊，群书之要的出现，我给他介绍给马哈蒂尔，他希望我们赶快翻成英文给他看。啊，第一本360出来了，送给他。他看了之后非常欢喜，说了一句话：这本书是真正的智慧。没想到几千年前人写的东西现在还管用。啊，他感叹，我看到太迟了。啊，如果我做首相的时候如果看到这部书，就不会把事情做错。啊，这是1400年前唐太宗的变典，但是里面内容确实是几千年前老祖宗留下来。啊，这一部书不但现在管用，再过几千年过几万年还管用。啊，为什么？它里头是真理，是真实智慧，佛经上讲的真实之际，真实智慧，真实理解，真实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。啊，超越时间千万年之后都管用，超越空间不但在中国管用，在外国也管用。
跟我们送的马来西亚外国官员，那我们把它介绍到全世界。上一次，去年11月，我们访问斯里兰卡，没想到联合国大使团的主席带了25位大使，25个国家大使，在斯里兰卡我们见面了。那是25个国家，我们将这个英文翻译本送给他们300套，5月20日，巴黎的这个活动，我们带1000套，带1000本。对于全世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族群，都有利益，超越空间呐，超越时间，真理呀！这本书应该是人人必读书，一生当中你一定要读的，你才晓得。怎样去经营自己？身心幸福快乐，这对自己管用。经营你的家庭，幸福美满的家庭；经营你的事业，大道治国，平天下。就是让整个世界真正得到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。那么将来可不可能会出现世界和平呢？可以，不难。用什么方法呢？教学为先。一个国家要能培养50-60个老师，国家电视台里面有一个专门的频道，群书之要的频道，24小时不断在播放，由这些老师们轮流来讲解。我相信1年就够了。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，不到4个月，人心完全转过来了。所以人是很好教的，人是有良心的。我们那一次的实验收获2桩事情。第一个，证明了人心本善，中国人讲人之初性本善，证明了。第二个，证明人是很好教的，我们疏忽了教育。你只要天天给他讲，他听不明白没关系，重复讲，多讲几遍他就明白了。我自己的根性不利，不是很聪明的人。我年轻时候学东西，好的东西，我的标准是30遍。
朱金州老居士送我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《了凡四训》，我用2个月的时间看30遍，才受到影响啊！一遍两遍没有用处啊！那是记忆力很好的、有天分的人行。我们这是中等资质的人不行呐！至少10遍、30遍，印象就相当深。自自然然会去做我。我学经教，学讲经，学会这部经呢，我要把它讲10遍。跟谁讲呢？一个两个都可以。到哪里去讲？到同学家里去讲。天天讲，人家讨厌呢，又不欢迎呢。一个礼拜一天，星期一在张三家，星期二在李四家，天天讲，每一天不同的地方，换地方，每个星期都到参加，每个星期二都到参加讲，这样才能练得出来。不练不行呐！不练怎么能学得出来？这都要自己有决心、有毅力，决定不中断。练出来的。时间久了，逐渐逐渐融入了。自己有点悟出，自己还不知道。真有误处啊！诸位心细一点，能看出来。多少人提问题，我当场解答。别人把问题写好，通常我不看的。我希望当时提，我当时答复。那我回答的有很多，我并没有学过，我能答得出来，它是一个道理嘛。变数多了，自然就贯通了。我这个60多年没间断。佛经越多越欢喜，越学心性越坚固，越学志愿才真正坚定，无有疲言，不时认真学习。长时熏修，这个利益你得不到啊，这个欢喜得不到啊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对这个社会就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自己清心寡欲，什么都不求，什么都不要。现实的环境非常满足。何泽林老居士的夫人将六合园供养给我，
做修学的道场，我接受了。接受之后，我就会定居在这个地方，我哪里都不去了。很多地方找我，先去讲经，讲完了回来。啊，讲经最长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。啊，今年五月，斯里兰卡。下半年，我答应鸠山首相。啊，到日本去讲一个月。国内很也有地方找我，多一个月。自在啊，让大家都安心了。我不要道场啊，那么我讲经就要一个条件，就是需要有网络啊，能跟我们香港的这个网络能够结合就可以了。啊，只要有这个设备，哪里我都可以去。啊，早年是在国际，将来可能在大陆。啊，每个地方一个月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就学到这里。